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希望你既经历过悟性的神奇，也经历过人性的可爱。我还会加一句，你用你无私的人性去克服了自私的基因性，同时别忘了感谢菌群的帮助。最后一句话是，如果生命是一组代码，这是我的原创，我相信人类的代码当中有爱。你相信？我相信。但是你还没在里边发现。证明不了。我这是一个对我来讲是个宗教性的内容。哎，而且科学家的无法证伪，因此这句话也不是科学。是。科学家的这个宗教情怀。是。但是这是我觉得未必这个不是真的。有时候从 DNA 的意义上来讲，我们就是个管子呗。对。对吧，你活百年你就是个管子。但有时候呢，有时候你这个管子啊，真的就是你的局限，你觉得对基因来说不太重要，对吧？你觉得应该怎样，或者说你觉得我的孩子必须得是什么样，必须什么样？可是对于基因来说，有更大的东西，有更大的意义在决定着你的孩子的未来。这个就要谦卑啊，就跟他们科学家一样啊。我有时候跟我的一些朋友就这么说，我说咱们对自己的人生充满困惑，你怎么肯定？你敢说你是对的吗？咱自己有时候都折了。对啊，就是你刚刚说人类的基因里面一定要有，就是如果是密码一定是有这个爱。对，爱它也许它是不是自由意志不知道，但爱实际上会让人感到自由。因为当你用爱的角度去看，是很多束缚就没有了。是这样子。你刚刚说的父母对孩子，如果你不是用社会的标准去看他，你用爱去看他，你讲了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解决了枷锁的本质，就是人所以为人的一个很人性的标准。对，无论是狭隘的，就是这个两性之爱，还是友爱，还是父母跟孩子的爱。我经常也劝这样的一些家庭，就您刚才说的问题是吧，家长特别自信，叭叭叭说很多。我一般就是说，就是又打孩子了。我说为什么打他？是欠揍。我就说，那上次他发烧你为什么找我呢？快不行了。我说你不想揍死他吗？就是这个意思嘛。其实他是爱他的，但他方向错了。稍微缓过点气儿再说。人类进步的本质是什么？下一代不怎么听上一代的话。这是本质。哎，科学家也是这样子，政委嘛。基因里面可能但是就是他就是每一代都在颠覆上一代，就是基因的传承。哎，也不是完全颠覆，就是他复制中有变异，可以这么理解。在关键点，尤其在科学上，尤其要在意这个点。我爱我师，但我更爱真理。很多权威已经忘了他怎么当着权威的，是因为他颠覆了之前的权威。对，然后再往下问呢，就跟窦老师你说的一样，你怎么保证你今天说的都是对的？你成功吗？我能跟你说的一堆毛病，你改得了吗？对，但是也不能因为这个呢，变成这个放任自流，这个虚无主义，说你怎么着都行。所以这个里边啊，哎呀，咱们说的所有的事情，我觉得本质上它是一个道理。你比如我那天听人一个说法，他说，比如说有命和运，命就是必然性，是吧？运呢 DNA 是偶然性。为什么说科学家爱因斯坦，我们要认识这个科学的规律？就因为宇宙啊，生命啊，有它的必然性，是有它。但是神奇就在于这里啊，还有运，还有偶然性。因为偶然性是多种必然性的交叉点。这个是您这个节目的魅力吧？就是说，我们讨论一个问题，不可能是一个 yes or no， 非黑即白的事情。对，我们又不是辩论赛。其实我觉得像基因学习的就是一个，我觉得有一个非常强大的学习能力，是不是他在这个演化过程当中的不断在学习，梳理出你基因当中特别优秀的地方，给孩子做暗示。他就是一代一代的在这个复制当中产生变异，有些变异变成癌症了， 对吧？那有些变异被环境采纳了。对，我这个不由得想到，就是爱因斯坦当年跟他们量子力学的那个人的争论。爱因斯坦不说这个上帝不掷骰子，说上帝不掷骰子是，但是这个 DNA 的这个被环境的选择，是不是有点掷骰子的性质呢？这个亚里士多德有力作用在物体上，物理才运动。然后先是伽利略比萨斜塔的这个实验啊，我们按经典的传说来讲吧，虽然这过程中也有无数的说本来也不是那么回事儿，然后就有了开普勒去看行星，然后就有了牛顿，给出了宏观物体在低速跟光速相比的低速条件下，牛顿定律都是对的。爱因斯坦统一了时空，
狭义相对论、广义相对论都告诉我们光速恒定，然后让我们知道了原来牛顿只是爱因斯坦方程当中的特例，当速度远小于光速的时候牛顿定律都对，当接近光速的时候必须用相对论，就到了爱因斯坦。在广义相对论当中时空是一体的，时间达到了光速，速度达到了光速的时候就没有时间了，只有空间，同时只能有一体了，能量和物质只是通过光速的平方来进行转换，能量和物质，物质是被束缚的能量，是一个被束缚的能量，这其实是到那一刻为止都是对的。然后波尔挑战的最大所谓的哥本哈根学派在这个索尔维会议上之后这段时间就证明一个问题，到底这个世界是不是确定的。嗯，其实普朗克在1900年的时候，当他知道了这个世界是量子的时候，他其实就有点崩塌了，你相信的东西原来都不存在。所以爱因斯坦和波尔最大的争论就是在于爱因斯坦说嘿，上帝不扔骰子，波尔告诉他不是，他把骰子扔到你看不见的地方。嗯，对我们生命来讲也一样。对，我记得还有一段子说波尔当时说爱因斯坦你不要告诉上帝该做什么。你知道我们 DNA 的突变啊，2%是我们看得见的，但是突变在哪两个位点我们不知道，我只知道这个概率，所以每一代的随机突变我都不能让它100%按我的意志去做，这就是说我为什么定制不出来一个完美的东西，它总会有一个点上没有按你的意志做，这种随机性是天然就会发生的，不管它多保真，它这些生命复制过程中就是会出错，这个出错就是我们演化的动力，就所谓的变异啊。你看看咱们现在从理科到文科达成了共同的这个结论，就是我们要对这个世界充满敬畏，而且一定要保护生物多样性，包括对自己的孩子是吧，也要保护他们多元性的这个发展的兴趣。因为很多人已经不生孩子了，现在有的孩子真的都是宝贝。对，你要知道一个孩子从受精最后能安安全全健健康康生出来，它是多大的概率吗？一年之内连续受孕在目前的概率只有60%，12个月每个月都在排卵期就连续受孕，你才只有60%的概率能生出一个孩子。出生确认率的发生率是多少呢？5.6%，也就是说每20个孩子里就有一个会有毛病，他要躲过这么多的概率，囫囵个儿健健康康。所以家长都应该家里太好了，小孩房门口应该贴个标语，什么保护人类基因，对，共同体，鲁迅写的救救孩子。对对对，为了人类基因，这个基因真是说明我们真是命运共同体啊。对的，为了这个共同体我们一定要保护多样性啊，对，特别是我们那个幸运的小宝贝儿，嗯，多大的概率，多小的概率才出来了他，除了爱还能有什么呢？你说爱因斯坦的 DNA跟我们，对对对，我跟他想到一样的问题。他的大脑不是那能不能拿来做研究，来改变这个人类的 DNA 的总库，对不对？我们先想几个问题。第一个是，就是您刚才说的爱因斯坦大脑，大家都认为爱因斯坦大脑大，后来死后他真的被解剖了，还小，他还小，对，没有什么特别，没有特别。所以他的我们还小呢，比正常人，我们大概成人的大脑1400个立方厘米吧 ，cc。我们一般用毫升吧，毫升去理解，女性的会小一点，因为头大头小，这是个气质的问题，但没有说女性笨，男性和女性智商是一样的，是一样的啊。嗯，这得说，只是在不同的点。我以为女的比较聪明，这更会说话。你的感觉是谁？我还是女的更。我还是要用这个，这不是政治正确，这是真实证明。嗯，男性和女性之间大脑上在结构上的差异，仅仅是体积上小了11%，那个就跟体型的差别一样。而且较强壮的男性比头较大的男性比头较小的男性也差这么多，就证明这跟就大脑是没有性别二态型的啊，不会因为性别产生两种状态叫性别二态型啊，这是一个定论，这不是一个为了证明。那么这个大小跟它的功能有没有什么没什么关系，因为爱因斯坦的大脑也证明小一些。那这一点是不是说明就是传统所谓的男性气质女性气质基本可以认为是后天社会文化环境，我相信是影响。就比如说很多人就认为女性这个数学不好啊，方向感不好，其实都不是，在女性都能找到相反的证据。嗯，这个更多的是被暗示了。对对对，是被暗示了。就像星座这个玩意儿存不存在呢？嗯，其实更多的是被暗示了。就是您在上一集提到一个我觉得还没展开说说呢，这个真的是未来必须要考虑的一个伦理问题，就是我们是不是有可能定制
定制人类，从仅从可能性上，科技的可能性上，纯技术的角度来讲，我们这么讲，我可以哎，在今天的技术下定制任何一个定制序列的人类，但它的功能我预知不了。就比如说31个碱基，你说怎么排？我可能给你可以都合成出来，但这个孩子能不能按照你的预期发展成那个样子？比如说打篮球超过姚明，比如说脸就像哪个明星，这个事儿我们做不到，不是设计，不是能不能？制成就比方说他的肝啊胃啊根据现有的科学研究是最理想的，不太大不太小，去掉一些疾病的可能，脚的大小，身体的这个比例，这些可以做成一个比较理想的。今天还做不到，还做不到，但是技术上来讲这个事情应该说迟早会有，是有可行性的啊。举几个例子，比如说大家今天研究的比较透彻的是酵母，酵母就是我们酿酒的蒸馒头，蒸馒头。现在酵母不仅仅能蒸馒头了，比如说这个，这是番茄，对吧？我们以前一直刚才还是精子呢，啊，就是番茄了，一直讨论这个番茄红素，比如说咱们喝红酒要白藜芦醇，这些以前要从葡萄从番茄里做，现在不用，让酵母表达，让酵母直接表达。最典型的一个成功的案例就是青蒿素啊，青蒿素不是从黄蒿里提出来的，青蒿素是从酵母里表达出来的。就是很多必需品不是从它最早的原材料里，不是从生物质来，哎，你要什么成分，我只要那个成分，就是因为基因是一样的。我曾经算过一个账，你把澳门都种上黄蒿，就是产生青蒿素的原料，所能供应的青蒿素仅仅相当于就这么桌子这么大小一个发酵罐，养酵母供应的量是一样的，生物制造。酵母现在能表达什么？表达抗体，表达白蛋白，可以替代我们人类以前只有献血才能拿到的成分，这就是我们看到的。那这是比较积极的纯粹的好的生物工程的层面上讲，对一个人类的定制，像您刚才讲的要求这么做，技术上的确有可行性，但实际上很难做得到。因为在这个过程中就是你说的摁了葫芦起了瓢，你不知道调了这个那个会怎么变，而且这个试错成本就跟转世轮回一样，只有一次机会。对，这个基因的秘密啊，其实就跟咱们现在讲大数据一样哈，它要普惠，这个地方就体现某种人类价值观。同意。你绝对不能将来变成说你有钱，哎，你就可以得到比较好的基因，或者你就做对自己可以做一个比较优化。没钱的人，那就只能比你越来越蠢，越来越弱。我特别赞同这个观点。我经常说，不能把精准医学变成精英医学。哎，有钱的人，有权的人就可以肆意享受技术红利。换言之，死亡是最公平的程序。死亡是最公平的程序，死亡才使得让下一代有机会替代上一代的生态位。我觉得基因科学啊，就会有可能会改变这个，你这个是一个人为的认识啊，或者说是目前表面上大家的一个认可，但是总有人从自私的基因的原理来打破这个。我曾经跟很多人讨论过这个问题，其实这个问题是从永生开始的。嗯，问我支不支持永生，哎，对吧？嗯，我说我肯定反对永生，这不仅仅单单的是能不能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在于人类归根结底是以种群的方式延续，而不是以个体的方式延续，这是第一句话。第二句话是在于，如果说第一个人能永生，那么就有第二人永生，他两个之间会用物理的方式解决对方。互相杀一下就完了嘛，是吧？但是你又说你反对任何一种形式的永生。我基本上如果像刚才第三种形式的永生呢，如果它可以保证大家每个自己的叫首脑如玉吧，我们现在有这个词叫比守身如玉更重要的是首脑如玉，不被滥用，不被污染，不被滥用，不被人云亦云，保持自己还是自由意识到底存不存在嘛，就这个问题很重要。所以人类啊，永远不能忘了这个伦理啊，这事儿就得靠咱们自己管住自己的这个可能性和命运。就是说明您还是相信这个，你看人类的这个知识和智慧代代相传，总是有它的某种道理的。所以说我就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啊，你对基因的这个研究啊，让你对这个父母教育孩子会有什么新思想给我们分享分享，理论联系实际的，哈哈，对对对啊，就是因为这是现在很多人的困惑嘛，就该怎么教育孩子。其实在于这个，我们都知道一个基本的原理，一部分孩子补课就提高分数，所有孩子都补课就提高分数线。提高分数线其实没有意义，因为是电影院法则嘛。如果港大港中文不扩招，那无外乎原来700分上，现在720分上，
清华北大不扩招这没用啊。实际上它会把我们人类可以去探索好多的，因为你的时间是有限的，你没有必要去追求那最后的十八二十分，因为它对人生这一辈子没什么用，严格意义上就大部分是没什么用的。反过来讲，基因是要求多样性的，基因是要求生物生态都是要求多样性的。我更在意的是我们能不能定义出来一种对成功的多样化的标准，或者说不定义成功都成功，就像一夫一妻制嘛，都成功都保下来了。当美国密西西比的大豆发生了这个包囊腺痛病的时候，是北京小黑豆救了大豆。哦，这是怎么个故事？因为北京小黑豆天然抗那种包囊腺痛，所以就是说这个东西你永远不会想到相隔这么千万里之外的一种基因竟然会救你的另外一个很近亲的一个物种。我们今天保留任何一种成功的可能性，实际上是让我们的这个教育的多元化有了一个很重要的依托。这个地球上之所以美丽，是因为它没有放弃每一种色彩，不管是红色还是黑色。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呢，我现在更希望的是在于我们能不能更好的去不定义成功，不要有更多的成功学，不要有更多的急功近利的精神。这不是一个慢下来，而是让大家更多的悟出来。哎，我啊，念念，没有，我常常觉得就是我们的社会对于所有的成功都是有标准的嘛。我们中国人的社会，因为我们常常就一说到问题就说人多嘛，对，我们是一路这样精英的筛选的机制过来的，我们的记忆里面就是这个样子的。那您要他刹车，这个很难，非常困难。我们已经大力的在说这些事情，但是我们觉得，哎呀，没有一个筛选标准，没有怎么。多样性怎么来教育下去呢？但看见发达国家做的最好的几个国家，比如说日本，它现在带来的很多的问题是老龄化加少子化同时存在。如果一个国家最后没有人了，这国家任何的一种文化，任何一种传承，你有什么载体可以记载吗？那日本人只有研究永生了。回答他的问题，就是我觉得现在要取，就像您说的，就不要用成功的标志哈，是比较难的，能做到的就是多种成功。我其实特别想问一个问题，就是所谓那个奇迹时代是怎么发生的？公元2500年左右的，就是我们现在往前推2500年前的时候。嗯，轴心时代。轴心时代。轴心时代嘛，悉达多、穆柯吉这释迦王子出来了。嗯，古希腊那群先贤在，中国也诸子了，就在那个时代，那还是有一个争鸣的一个作用。嗯，在这个过程中呢，其实还是会回到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啊，我们经常说，创新是。自由之子，嗯，却是繁荣之母。创新很多的时候也不能是自上而下的，有很多的创新是属于低技术的创新，是属于组合式的创新。在历史上很多伟大的发明不是科学家搞出来的，是工匠搞出来的。对啊，瓦特也谈不上是什么科学家的发明蒸汽机。我觉得人类啊，就是像个人。那个时候呢，就是到了青春期了，就是到了17、18岁，嗯，动脑筋读大学的时期了，就是那个时候。你是指2500年的时候？对，不同几个民族，当然大家方向有点不一样。咱中国人呢，特别在行是人跟人的关系，那个希腊呢，特别在乎于人跟自然的关系，啊，等等。我只是想回答您那个问题，不是中国几千年来不都是这样子的？嗯，不都是这样的，要不然唐诗怎么出来的，宋词怎么出来的，只是到了明朝以后突然变成特别控制了，所以到明朝以后只能写小说了。哎，所以说就说历史上啊，你比如说他讲的这个轴心时代啊，雅斯贝尔斯提出来，我听过一种解释，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对的，就等于说啊，人类在古猿以前呢，当然就是原始宗教，萨满宗教，你看那个时候就是，哎，真叫集体意识，你的个人意识好像还弱于你的这个族群，个人就是更是集体的，我们这一族的，因为我们抱团，而且那个时候就相信很多萨满教啊，这种原始神灵的世界，一个你像商朝都是嘛，它就很多神灵的世界。但是呢，就像他讲的一样，公元前800年到200年，在这个600年当中，东西方同时出现那么多圣人，比如说孔子、释迦牟尼、柏拉图、苏格拉底，然后这些他们在干什么呢？就是我听到的这种观点，就是啊，就是说人类开始从这个蒙昧啊，一些迷信当中啊，好像第一次睁开眼呢，反观自身，就是我是谁，我是怎么回事？你比如说像是孔子啊，像是这个佛祖啊，或者是很多宗教的为人制定伦理，
就咱们说的伦理，这你们人与人之间应该怎么相处，你们之间应该怎么相爱，夫妻之间应该怎么样。你看就过去啊，一切是归之于巫啊神啊这种，但是从这个时候你发现这些圣人们似乎都有一点共同性，就是说他们那个时候提出来的问题一直到今天还是人类的主要问题，就是提出了一个范式，就是人与人之间我们这个社会应该怎样才能够和谐。基因之外的问题大部分他们那个时候都考虑了，从问题的角度来讲是的，是不是啊？就这些终极问题在当年已经开始思考，大部分都考虑，不管他的结论是不是对，对，但他的问题问对了。哎，您，所以我说您这个对我们很有启发，就是说在我们站在一个科技将给我们带来一个不可测的未来的这么一个口上，我们还是得想想那个时候的这个圣人他规定的人类的一些基本的价值观，这就是你们说的这个生物科技的伦理问题啊。那么具体到当今的父母，每一个家庭实际上就要也要从基因的角度考虑，说父母是给了他一定的基因，对这个因，对，但实际上他应该也要好好看看这个孩子，像你说的他是谁，很多后面的事情并不是由基因所决定的，或者说你是否能理解你到底给了他怎样的基因，是他们自己也不知道，所以父母应该是更有耐心更理解，就是他也有这种多样性的。 我经常举的话是父母啊要把对孩子的要求反诸求己，嗯，自己去做到，你能不能做到对孩子的要求。当父母改变自己的时候，有的时候对一个原生家庭改变是巨大的，因为孩子是从你他所有的行为习惯认知都是从你家庭的印随和印记过来的，印记是基因，印随是你的行为，所以很多的问题是在于因为家长做不到，要求别人都简单，我们经常是己所不欲但却施于人呢、啊。嗯，所以大部分的家长呢成人却无法改变自己，却无法掌控自己，是我看到当前一个很大的一个悲哀和无奈。说得好，真的，你教他什么他未必听，但是他连他都不知道，他在不知不觉地模仿你。对一个小孩来说，他身上的基因百分之多少来自于他父母？一半一半，各接近50%，少量会突变会重组，然后大家都习惯于好的都是我的，不好的都是我那边、嗯、是吧，你就跟你妈笨啊，你看你跟你爹你懒，其实都不对，是因为他们自己笨和自己懒。互相指责对方的基因，好像是母亲的作用更大一点。不是，其实很难说，因为不同的性别，大家其实两性的问题讨论了很久，最后现在越来越趋近于好像就没啥区别。我比如说我要是运动员，我踢足球这么好，比如说梅西，他就觉得那我这儿子肯定有足球天赋嘛，他培养他踢足球，是或者就我这孩子得培养他弹钢琴，是。那这个是有基因的根据吗？更重要的，他还是一个后天的习得和环境。否则你这么说的话，音乐家岂不是一代更比一代高吗？但实际上并没有，都是达到高峰以后逐渐甚至都转行了，不会子从父业了。哦，您这意思这个基因没起那么大作用？没有那么大作用，因为就是说你要就是我们当时都举那个例子，狼孩他已经过了语言最佳的学习期了、啊、你再教他人话他不会了。如果一个人没有在他比如说我们的语言能力多语言形成最好的时间是2到6岁啊。我们在欧洲很多国家比如说比利时吧，他会德语法语英语，可能还会荷兰语，因为小国嘛，都要学很多的国家，他会很多种语言。但你问他什么时候学的，小时候学的没人教。等我们，尤其是我们，包括我那代人都一样，初中学英语，这个时候你发现你的语言在两个脑区里，不是在一个脑区里学的，所以你才会有英语思维、汉语思维。你佐证了我一直这个想法，我就说语言没有天赋，语言是个经验问题，就是你特别小的时候，你接触到有多种语言，可能你就会长大容易。不管，知道你说的好了，不是你说没有天赋，真的没有天赋。我们就觉得要有天赋，对不对？是你能不能尽早？他是这样子，语言的高阶运用可能是有天赋的，但是语言的基本能力是没有天赋的。对，因为语言复杂程度的确有高低，但没有任何的人类婴儿在2岁以前学不会本族的语言，都学得会，哪个人不会说话了？这个。其实后天的习得努力很重要，我说的那只是血脉的内容，你还有文脉。就是、我觉得啊，这也像一个隐喻，就是说我们通过 DNA 的这个代际这个传啊，我们也能意识到这个文化，就说这个中华的这个文脉啊，它也是个 DNA 啊，咱们可以说是精神遗产、文化遗产，这个东西也决定着我们的慧命啊，民族了不起的，不管智慧生命啊。对，这个地球上做过很多，不管靠谱不靠谱的智商测试、智力测验，
中华民族的都是在中上，甚至在最尖端。你看咱们聪明，对，相对来咱们中华文化就这几千年嘛，它这么传嘛。但是你看，也有复制，但是历朝历代也有变异，对，也有突变，也有。然后这个突变呢，要接受环境的考验，是有的能存在，有的就灭了。但是呢，总有好像一脉不绝，所以还是中华民族厉害嘛？就他这种所谓的这种民族的包容性，他很强。中华民族是后来的概念，是一百年的概念。金庸也好，这个陈寅恪也好，就是在讲这个汉文化受到多个少数民族的文化的怎么来说混合突变，这个就是生命力。民族的这种文脉是很强的，对，复制性还是很强的。这个得学学他这个学科，了解一下。你不是讲成功学吗？那生命传到今天就是成功啊。那么这个里边有什么成功的规律？我觉得真的有点意思。这个逻辑很重要，是演化是一种学习能力，算是吧？对，是吧？当然，他也是为了他是有随机性的，他是有随机性的。那鲁迅讲国民性的时候，这个国民性阿 Q 的这个现状，那这个算？就是说社会环境有没有影响到基因特别柔顺呢、啊、特别还是挺难的，因为它不是一个简单的生物性的概念。尹老师的脑容量都有问到了170毫升，是真假的头大太难了。是实际上从五胡乱华再到这个原始百年，再到1644到1911的清朝这267年，我看到的是融合，我并没有看到你的国民性是说更柔顺了还是怎么样。要不然如果都柔顺，我们打什么抗美援朝呢？那个当时打的也是，那也是很了不起的呀。当时可以去面对那么一个强大的对手，大家还不是没有怂嘛。所以在我看，这个东西还是在于这一代人的心气儿到底起没起来。就是你看刚才咱们讲的很多很深的问题，比如说是自由意志还是被决定的，对，甚至有些物理学家说了，就说极端的来说，只要知道周所有的一切初始条件，就能够计算出你下一个条件，认为你没有什么自由意志。但是另一种认为人啊，就是有自由选择。比如说你学新闻好还是学生物好，你今天看你觉得学生物好，可是也许你一上这个学，科技的发展方向一下转变了，就这个可能又没那么好。对，你也在选择，可是你也在接受随时变化着的环境和时间的这个选择。那么你说这个作为父母来说，您对这个孩子，我觉得啊，要认识到这个程度，就想你至少别非要按照你自己的想法让他怎么样，因为那太有可能出错了。要是我们再用另一个大思想家弗洛伊德的理论，那基因就相当于潜意识决定人的，他在你不知道的时候决定了你的行为，你接受的道德文化训练那是超我啊，你的行为是这个超我跟本我的一个协调，换句话来说是道德文化跟基因本能的一个协调，能不能这样来看呢？这个是对的，康德那段话可能我觉得更经典吧，就是当我仰视星空的时候，我觉得我构成我自己的物性和这些星体之间没区别，都是元素嘛，一堆元素，对，所以我觉得我好像也没什么了不起。但是当我凝聚向我的内心看的时候，我就突然觉得这些束缚在我内心当中的这种道德和美德让我明白我为什么为人，这是个很了不起的事情。就是这两者都让他觉得璀璨的心穹，内心的道德律令就决定了我的悟性和人。当我看星空的时候，他觉得他只是一个自然物，他只是个悟性，我只是一个就是一个物体，对，嗯。但是看内心的时候，他觉得他自己有一种崇高的美，他意识到了我为人的意义。所以说叫这两件事情都是不朽的。那么如果再用饶毅讲，其实我们终有一天都会尘归尘，土归土，你会按照热力学第二定律的方式归于虚无。饶毅就是北大的，现在是北一的校长。
你把他跟康德并列在一起。三人行必有我师焉。陈毅路走来，只有师长。然后，当